骑士安全降落，下位还有其他外星飞船的方向飞去了。12:30追踪他们的所在位置是的，下位报告，外星飞船在160度方向飞过，右方88骑士超级五米距离。下位您的电话，你好。下位可以不知道号座，这次的外星飞船位置吗？允许从空中降落。了解，马上查询58号坐标的雷达系统。收到。检测五架飞船在你们方向的3000米，距离不足2000米。知道了。我会把它引到陆地战斗。我拍摄了2架飞船，现已拿去轮导机器的地点作战。收到，下位。你的战车和装备到达。正是时候，我这里被困住了。我会打开我的空间技能，你们等我来。收回空间技能。目标已锁定，准备开火。谢谢校尉的称赞。
请问你哪里受伤呢？不可能，我的战衣可厚了。